续2009年后暌违大马舞台三年的香港天后林忆莲再度前来开唱。此次的演唱会上，林忆莲摇身一变，变成摇滚女郎，在舞台上施展热舞甩法，耍性感。她时而火辣，时而娇柔，时而豪迈。林忆莲是许多男观众心目中的女神，虽说她那温柔的嗓子可以抚平受伤的心，但在这场演唱会上，她却一改静态的演出，增加更多动感的元素。